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 今天呢，我们来玩这一款 Steam 昨天刚发售的一款游戏，叫做巫师传奇，也可以叫做巫师传说，还是什么法师传说，传说法师，就是一款类似像是汪达，类似像是那个什么以撒的结合，或者是那个叫什么死亡细胞的那种玩法，然后据说呢，这个游戏呢在试玩版造成一个很响亮的那个一声好评啊，就是大家非常的期待这一款，而且重点是这个是两个人在制作的啊，又是独立工作室，然后很少数的人来制作这个游戏啊，那我们就来看看吧，反正这个游戏应该也算是重度的类洛格，就是可以死掉重复，拿到强化道具再死掉重复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玩一下我们的单人模式啊，来玩看看就知道了。哦，他这边马上就有教学。哦，这个画风点阵图，其实我这个个人老头还蛮喜欢点阵图的画风啊，玩起来真的蛮屌的。亚历克斯，我很喜欢来这里放松，还能喂这些鸟儿。如果你找到兰诺瓦博物馆，继续往前走吧。哦，哎呦，是什么符文？哦，博物馆门票，感觉不错。这个画风真的很像那个死亡细胞，但是死亡细胞是横向的，这是3D 的哦。这是谁啊？这是我的伙伴吗？马特，我和朋友约好来看《混沌试炼》的展览，但他们好像迟到了。这谁啊？为什么突然觉得这个画面有点像是 IB 美术馆的感觉啊 ？IB 是你吗？史派克，知道吗？真正的法师从来不摘下他的兜帽，从来不会，永远都不会，绝对不会。呵呵，哇，他的小女好可爱哦。什么？雅各布，我们喜欢博物馆，所有的展览都能互动，太有趣了。呵呵。哦，梅丽莎。他总是对这个地方兴趣到不行，哎，好酷哦！我能不能也拿到一样的东西啊？应该是跟他拿。科雷，还不快来试试奥数？虽然这些仿制品没有真实的效果，但你可以仍然在博物馆里面互动展示品，顺便进行。风之切割，哇，好爽哦！那种打击感还不错哎。这打击感很爽，而且可以这样不断做连段哎。这个游戏，哇，我还可以转方向，死狗一呢，我就带走了，抱歉。卡拉，没错，我也得穿上服装才行。好，烟火秀，这些是谁？这些一定是工作人员故意放上去的。贝蒂，能体验到这么多奥数，实在太兴奋了。啊，这就是什么？哇，尚恩。特别奥数，看起来他们全有某种增强的方式，能让奥数变得更有效。讯息：特殊奥数更为稀有，他们是普通奥数吸收范围模量的精良版，反正就是强化就对啦。哇，这些火焰因为让人感到温暖，还好的，我们可以这边拿吗？球形闪电，特殊的奥数，哎，火焰突袭，还有龙卷风，就只能看不能那个，哎。对啊，不能使用，好可惜哦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魔力，应该是要刚刚拿东西。哦，特殊奥数，有了。我们按那个爆破。哇，这个是会耗魔力的啊，放一下我的魔就没了。哇，这个打击感赞哦。哇盖，这是谁啊？火焰女皇吉尔，这上面写什么？议会成员，大地阿特拉斯，冰属性，轰焦洞，好，没有乱讲的。皇后女王弗雷亚，哦，战神不打了，跑到这边来了，没错。哇，混沌试炼是一场邀请制的赛事，由于兰诺瓦魔法议会掌管这些强大的法师，曾经是都约束大师，负责安排试炼。
所以说到时候我们应该会跟他们碰面也说不定哦。终于到试炼专区了，有没有东西要送我？可恶，没有。哦，哦，哎，干什么？拿到了什么？我尿！啊！好笑。哦，有感觉。Oh my god！ 哦，终于进入战斗了，终于进入战斗了。来吧，宝贝，来吧。是什么？这个哦，有了，技能组好多、哦。啦啦啦啦啦哒，嘣！哒哒啦哒，哒哒哒哒啦哒。这个按到手有点那个，怎么讲？手会有点打结啊。没关系，多学一点。哇、哦，超大型史莱姆！哇哇哇哇哇，会死！再来一发！哦，爽快！这是什么？哎、哦，补血的。哇，训练后实在是零食啊，这些零食才太棒了！我的训练之后来变补血，所以他们也是训练的，他们也来到这边。这个训练真的太累了，但是几次之后我好像能抓住诀窍了。原来他们也是来这边学习的、啊，这是谁啊？当法师进入混沌试炼时，他们通常都穿着展示的标准斗篷。进入试炼时，他们可以携带四个奥数系列，每个系列都是装备一个奥数，同时间不切换不同符文。那你过来。好的，我已经没有什么耐心跟他们讲话了。真的吗？这里是展示法师们在混沌世界中拿到了一些符文，哦，每个都他的用意就对了。然后真的吗？混沌法师精心的优化，就是服装就对了。哦，这些服装会增加一些被动能力就对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进入混沌世界，法师们通过拥有多种多样的这个奥数魔法书。但是只一直接选每种系列下的装备一个奥数，所以说只能装一个就对了啦。没关系，玩到后面什么都懂了。哦，哪里过来？怎么那么多人啊 ？Hello， 传奇徽章是指授予那些成功攻克混沌试炼法师们的印记，除了它的纪念意义，以及它是由混沌能量直接打造而成的之外，关于这一个符文。并没有太多其他的信息记录。哦，事件发生了！哇 ，what the？ 哎、欸，这是哪里啊？所以说，这个就是一个男主角莫名其妙被这个混沌能量打到之后呢，传到过去或是未来之类的。不好意思，还好吗？看上去摔得不轻。哇，还好，看到你没事就好，我都不会说话哎、欸，那叫维里斯哎、欸，好像这里的管家的感觉。欢迎来到你的另一个家，维夏米。作为一位被邀请参加混沌试炼的法师，你的住所及我们的服务都是由魔法议会提供的。好、哦，我不是被乱传的，我是这个是已经在跑程序了就对了。哦，我通过了，所以说我跑这个程序来到了另一个家，同时还会有一个价值。100个混沌的补贴，这是我们那个就学补助吗？好的，这是什么？我是米米，你会找到符文都是我收藏的零食，所以说可以给他就对了。这干嘛？哦，给他放符文就对了。哎、欸，这 BG 还蛮好听的、欸。哒哒哒，沃德，为什么我看到他我就想到那个《美女与野兽》里面的那个会动的家具啊？啊，他是装所有魔法术装的，就是装衣服就对了。哦，有两套，耐心跟希望。哎、欸，蓝色还蛮好看的、欸。可是他是前面都写法术标准，应该就顶多只是外观好看而已吧。我要红色的，抱歉。然后这一个魔法书，很高兴见到你，我是托米，我会负责将所有你看见的符文进行分类。我们有看到这些嘛，对不对？哦，
欸，我们都有装备了嘛，那我们也不需要去换这样子。哦，它有分类啊，这边有分类啊。欸，那我可以用吗？你看这个闪电这一招，这招装到哪里啊？哦，只能装一种，我可以现在试吗？哇，轰胶洞哦。行，把他们冰住有没有？空气要素，火焰球，好，就装这个。他这个只能在 B 吗？哦，哦，他会这样子显示只能装一种而已啊。然后他的这个这边也是只能装一种啊。看你要哪一种啊，而且这还可以这样换，有没有？爆破火球、苍弯或者是扇形冰锥。好，然后这个目前只有一种，有点可怜。好的，我叫威里斯魔法镜子，没事过来看看，知道你有多酷。哇，我超酷哦，好吧。好，现在这边都不能走啊。好，开始我们的新的试炼。哦，就直接被传走了。哦，来到了广场。然后我们现在他说他会给我100个那个混沌金石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可以买这些东西耶。哎，我买了，莫名其妙买了，他也没跟我讲说明啊。完了，莫名其妙买了，哦，花了10块钱，可以买卡片呢。大地庇护，哇，这个感觉很屌，我觉得我们晚点再买好了。真的，我真心觉得晚点再买，我们先去打一打好了，之后再说。哇，新的能力树桩，好的。站住！只有被邀请混沌试验的房子才能通过。你就新来的，会议已经通过我们了，请随意通过吧。好哦。哇，这边全部都是跟我一样的耶。这谁啊？我会支付200金换来20个混沌，还是算了，我没有钱。我要参加很多年了，哎。所以说这个是从一直都没有通过，然后到老这样子啊，那人生也蛮可悲的吧？哎，米米居然在这里耶！那我刚刚买那个东西到底要怎么用啊？不管了，我要直接开始了，来吧！哇，原来是这样啊！中途到后面会遇到这些议会的这些传奇人物哦。哇哦！来吧！躲在那里谁知道啊？呜呼呼！好爽哦！我有，哎呦，我！哈哈哈 ！Nice play！爽哥哥啊！这边来真的有点不习惯哎。嗯，走这里，可不可以掉点东西之类的？喂，可以把他们打下去吗？有，把他们打下去。哎，这个的玩法好像那个哦。那个叫什么 ？Steam 上面叫什么忘记了。然后啊靠呗，然后那个什么手机版叫做《元素骑士》，玩法超像的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你得接更好的法术，就是要接一套啦。可是我们现在技能太少了，我们可以看地图哎。一套打完没有把他打死就不算数了，这样子，这跟那个恶魔猎人差不多，要接一套打到 SSS， 好，差不多把他打爆这样子。哎，我回来了，不假。哎，个人觉得还蛮好玩的，我觉得目前给我的感觉，好被冰住了。而且到后面符文的那个数量会很多，
我觉得应该会不错吧。只是我现在技能太少了。好，这边被解开了。噔噔噔噔噔！哇，这前面蛙哥，哇，头一次看到。好硬哦，这只。这个不知道会不会跟元素骑士一样啊？啊，会有隐藏的门这样子。好难哦，这里他们的伤害真的蛮高的。走这里，哇哦！我的技能还太少了，无法一直不断的做连击啊！降价降价，罪人的账册。爆破精灵奥拉，我们刚刚多少钱？95，我们钱不够哎，差一点点哎。哇，没有钱，差五块钱。这是什么？哇哦！有了，我没有钱了，165块钱，我想要买这个看看哎、欸，这干嘛？哎、欸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他都不会讲说这是干嘛的哎、欸，我看一下，他真的都不说这些是干嘛的。好吧，这个嘛，打掉会掉一本书吗？这里走过了，这里。把你推下去就对了、啊。哇，踩掉下去！哎呀，爷啊妹！哇，我会死！我本来想把他们推下去，就我发现行不通，反而越打越糟糕。哇，会死！那那那那那那那，呜，亚美，那，好，这就是一轮打完了之后呢，有没有奖励之类的、啊？这是什么？嗯，打完之后从这边跑出来了，然后这边摆设全部都放到这里来了。今天很适合怀旧，不是吗？这干嘛？没错，好，没错。想要回到博物馆重新体验旅行吗？算了。有啦，我们刚刚学的这个哦，爆破冲击，试试看。哇哦，寂寞酷啊！来吧。Come on！ 哇，把他们冰住，感觉会比较好打，他们才不会乱动，有没有？用冰属性打感觉比较好。哎呦，差点掉下去了！下去！啊，把他们推下去是上策啊！呜呼！下去，超好用！我抓，嗯，你是谁？宋医师，我正在研究奥数怎么使用，捐赠一个奥数给我们研究吗？强力安慰剂，哇，我送他那个冰锥哦，哇啊，然后呢，我获得了一个强力安慰剂，还我冰锥。好，这样子会使这个我的游戏难度更高啊，因为我们少一个奥数可以使用了。
哇，少一个奥数好不习惯哦，超级不习惯的，只能一直不断的补砍而已啊。Oh my god， 没什么技能可以搞啦，就普通攻击而已啊。棒棒棒棒，棒棒棒棒。棒棒棒棒！呜呜呜！嘿嘿嘿嘿！不抓！哇！下去！哦，还好。嗯，这也没路。这是什么？这个眼睛是什么？哇哇哇，痛痛痛！目睭？哪有的目睭？我有呀。Hello？ 哇，敲一下50滴。这种应该就类似像那种关卡里面的那种。比较强悍一点的小 boss， 不会太烂，也不会太强，推下去，哇，等一下有点痛啊，超难的，啊，有点难欸，说真的，不过我觉得好玩，好不好？真的很好玩，啊，光是这个职业的搭配就完全超级好，与众不同了，啊，我们现在先写3有没有？第3回合，好吧，我觉得差不多4回先到这里结束了。我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玩的，个人觉得很赞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哦。这个 Steam 上面呢，目前上那边在热门当中啊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买来玩。我个人比较建议你使用摇杆会比较轻松一点。好，那么今天影片试玩就先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或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。有机会再继续玩这款游戏吧，拜拜。